我们英语学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汤圈目前的位置呢在埃及开罗，我们的艾兹哈拉清真寺，这是一个肥教的寺院哦。然后呢我们知道啊、哦、他们呢这个每天的固定的时间呢都要呢啊、这个做这个啊、崇拜。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清真寺的情况，这个经文非常的让人觉得很震撼的感觉。真是为你做的采访报道。